Sim. Okay. Pikachu, you here? No, you here. You here. You know, no. Okay. 期待已久的 Pokemon Let's Go Eevee and Pikachu 终于发售了！哇靠！而且你看它这个盒子上面，这是箱子，纸箱上面写11月16号到，就是它不能提早到，它就是16号之前你都没有办法送到这个客户的手上的，就是严禁。对，呀，因为是今天发售嘛。只能今天拿到货，哇！Open this box! Oh my god! Oh my god! OK，首先看到是这个纳品书，就是指什么呢？明细，货物的明细。购入日11月16。里面有什么呢？商品名，Nintendo Switch Pokemon，Pocket Monster Let's Go Pikachu Set。这个里面有 Switch 呢，这个精灵宝可梦 Let's Go 皮卡丘的这个set，组合包，然后再加上这个 Pokemon Ball 啊 Monster Ball Plus，就是它的那一颗球哦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神奇宝贝中心，就是你预约才有的这个figure，就是它的模型哦。然后我选的，因为我只有买一个版本，所以我就是选一只，就是皮卡丘跟伊布嘛。那我是选皮卡丘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还有 Monster Center Original Pochi，怎么这应该算收纳包吧？对，收纳包。Pokemon Get 的噻，这应该是放那个球，放那个Monster Ball Plus 的这个球。OK。球的这个收纳包哦，首先是这样子，然后 figure 一样，哇，好可爱啊！对到胶吗？拆开来，拆一下，开箱，既然是开箱，就要拆。这样子啊，皮卡丘倒了，Yeah，Great，哦，好棒啊，这盒子太可爱了，天啊，太萌了，Yeah，主角登场，背面是这样的，皮卡丘版，就是封面就是皮卡丘嘛，然后如果你是买伊布的限定机的话，这个就是伊布。Yep，then 盒子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其实呢，如果你就是如果买不想买限定机的话，如果你不想买限定机，其实它 Pokemon Center 就是宝可梦中心呢，神奇宝贝中心呢，你都可以购买到它的周边。就例如说，你只想要这个纸盒，你也是买得到的。然后。你想要这个stand 插电视玩的时候要用的这个，你也是可以买，单买，然后摇杆当然也是，就可以单购的，唯有这个主机本体没有办法，所以就是，其实我当初买就是想说不要买限定机，就是买这些配件凑一凑，然后再买游戏就好，但后来就是因为主机没有单售嘛，就是那个平板，对，主体本体。没有单售，所以就算你买了这些周边怎样，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完整的限定机，对，所以后来还是买了，所以这个月就要吃土了，Yep。那内容物当然就是这样子了，然后还有游戏，再加上这颗精灵球 Plus，Yep。开，你看它连这个就是你的开口这边都有这个。皮卡丘跟伊布的这个剪影，非常的萌，Yep，OK，首先第一层呢就是主机，就这个本体，
再加上这个左右摇杆，左右的这个 Joy-Con， then safety card， 然后一些宣传纸，然后哦，他送了这个 online， 就是他送了这个 Nintendo Switch Online 的三个月哦，三个月的这个序号，利用券的序号。哎，好，然后呢，下一层呢，可以看到的这个是这个是。就是你如果要接电视玩的时候呢，你要把左右的这个 Joy-Con 好、哦、插进去这里面哦，你就能变成一个Pro 摇杆，也不是 Pro， 但是就是一个基本的这个游戏摇杆，对 ，Yeah。然后左右手的这个怎么讲呢 ？Joy-Con 的上面的部分哦，对，这个应该也会很少用到吧，除非你两个人玩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如果没有要把这个摇杆接在这上面的话呢，才会用这个。然后这个是线 HDMI 线的话，我有了，所以。这个应该不会拆，然后电源，电AC adapter 呀，电源线，这个等等也要用到，所以拆。好，哦，好小一颗哦，叫莫达有点鸡仔，这个精灵球，どっちにしたんですか？ピカチュウ，ピカチュウの方，呀。哦，好有质感哦！哇，好有质感哦 ！Pokémon get 到的，哎呦，啊，它这个就是一个类比摇杆啊，これで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るね，啊，すげえ！好了，这个哦，然后如果你按的话呢，哦，发亮了，这是它的电源，哇哦！酷哇！所以就是在本作中呢，你除了用摇杆之外呢，你除了用 Joy-Con 之外呢，你也是能用这一颗球，能用这颗精灵球来这个玩游戏的。对，因为这个本作中嘛，最主要的就是跟 Pokémon Go 一样，就是你要去捕抓这个 Pokémon 嘛，所以有了这个的话会很方便，而且。你根据之前的情报来说的来看的话呢，印象中它好像就是你可以把 Pokémon 放进里面，然后带着出去走，好像是皮卡丘在里面，它就会发出声音之类的，还会震动。呀，这个部分还要在嘛实际玩过才会晓得。不过整颗球做工是非常有质感，非常不错的。好。最后是这个 stand， 接电视一定会用到。哦 ，OK， Pokémon 和 EV 的 design 哦，皮卡丘跟 EV 的这个设计式样哦，非常的可爱哇，卡哇伊卡哇伊，すげえる，哇，太可爱了这个，哇，天哪！哦耶，这个会用得到，所以一样拿出来。Oh my god， so cute。好，然后把该拿的拿出来。摇杆，一边是这个咖啡色的，就是代表伊布嘛。然后一边就是代表皮卡丘。呀。OK， 然后呢，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主机，嘿，游戏主机。で、後ろはこういう感じ。哦，可以看到皮卡丘跟这个伊布。
卡哇伊。那开基本上这样算开完箱了吗？然后得来贴一下保护贴啊。貼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はい、じゃあ贴一下保护贴。啊，贴布，不能有空气。是非常考验技术的。然后我发现它那个 size がちょっと合わないと気がしますが、お、お、なんか、お、お、あー、灰尘、あー、失敗か、失敗かな、なんか、あー。おっとっと、あーいや、あっぱ、ドキドキ、あー、結果失敗啦。あー、まあまあまあ、うん、まあ、うん、うん。いやー、これは不合格だな。这不及格啊。合体。あっしょ。あー、いや、いや。OK、これで完成。あ、いや、まだ完成じゃない。あ、はい。イエーイ、イエーイ、こちら。イエーイ、イエーイ、イエーイ。終于啊、開完箱了。はい、以上。以上。ポケットモンスターレッツゴーピカチュウセットスイッチの、はい、開箱、はい、ここまで、よいしょ、あとフィギュア、フィギュアもね、はいはい。